泡过的猫粮多久变质？如果是在夏季，那么泡过的猫粮一般一天内就可能变质，但冬季时气温较低，则一般在2至3天后才会变质。一般来说，湿猫粮都是给幼猫吃的，因此考虑到幼猫的肠胃虚弱，最好是每顿都更换为新的湿猫粮，否则容易滋生细菌，导致猫咪出现腹泻、呕吐等症状。但为了避免浪费，就建议每顿少泡一些，等幼猫吃完再泡，每天喂食4至5顿都是可以的。